大家好，我是星星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口红橡皮擦哦，它不是真正的口红，但是它是橡皮擦。我们来打开看它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噔噔，它里面有四种不同公主哦。你们看这边有蓝色的，我们先来打开一下蓝色的，看一看长什么样子吧。你们看，如果这边只要转这边就 OK 了，如果它已经到底了，那你就要自己用这样转回去。这个是仙杜瑞拉的哦。那我们要介绍下一个哦，下一个是这个，这个名字叫做睡美人公主。打开给你们看它长什么样子。噔噔，它上面是红粉红色的哦，它下面也是粉红色的，看也是这样转转转。如果看到这个白色的话，就要自己慢慢转回去。这个也是粉红色的哦，记得它叫睡美人公主。那我们还要介绍下一个哦，下一个是大家最喜欢的美人公主。你们看，我打开给你们看，你看它这一次是浅绿色的，不是深的哦。你们看它也是这样转转转到底之后，就要自己慢慢转回去。记得它是小朋友最喜欢的美人公主。那我们要介绍最后一个咯，最后一个是大家最喜欢长头发的长发公主。我打开给你们看，其实它不是红色的，它是紫色的。那它也是这样一样转转转，如果转到底的话还是要转回去。你看它上面都会有爱心哦，不是只有这两个会有爱心，其他的也有爱心哦。它盒子长这样，后面还有迪士尼公主哦，你们看。那我们的片子今天就到这边，要记得帮我们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还要记得帮我们按赞哦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